所以今天明明要做向日葵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向日葵，是那个种那个种那百合花吧。百合花，百合花现在种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身体给你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，快点。猫咪今天去种百合花，对不对？嗯，百合花。那你要记住是种在哪里哦，我们到时候来去找啊。去那海科馆种。嗯。他会带回来吗？那他好像应该不会吧。他是种在海科馆的土里啊。老师也没告诉我们，种子埋在里面，然后过不久再去看。这张去啊。哦，风神这么大，还好没有寒流来哦，人气团或寒流来。嗯？开始了吗？还没。是啊、哦。我去看一下猫咪哦。看一下猫咪。你进去吗？可以进去吗？好。嗨，猫咪。我们家里面的盆栽是火灵怎样？去后面坐。现在第一颗是往左走三步的时候，你们要记得，自然的状况之下不用特别去照顾。我们台湾百合开花是这样子开而已吗？它会有所谓的二发运动，就是它会有两次的九十度的活动。猫咪拿到的是什么？这是种子吗？好像是种子，这么多啊、哦，可以拿回家种吗？不行啊，都应该是不用去。后面一包嘞。是这样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往那边，你只能走这么前面。被人家劝走了。在这边，你在那边。太棒了，居然好天气，太幸运了。跑这么快。所以呢，种在斜坡的好处，它就是不容易积水、哦、各位准备一小桶的种子，你们就是种它下去的时候，等一下旁边稍微就把它用一圈的种子。但好、哦，它除了这一个，我们明年三四月会开花以外，我们撒下去的那几十颗的种子，后年三四月，它就会开一整撮都是百合花。他种哪里？我们在这里好不好？你自己选要种哪里，小猫咪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来救鬼啊！玲玲爸爸妈妈他说跟你们一起来好，谢谢，来这边你种，你想选你要哪一个洞洞？你选一个洞，你这个花要种在哪一个洞？你选哪个洞？阿姨帮你挖。好嘞，这边你就挖两个洞帮他们。顺便。旁边就稍微用一圈。林颖好吗？他在你们这一组哈。好。你要在哪边？好，进个话题。在哪边？你就自己挖三人洞给他们种就可以了。这里就交给爸爸妈妈。旁边有洞的。这边有洞的。弄一点点。男生的一点。等一下。哎，我是这样弄弟弟。我拉。给妈妈先挖洞。怎么用？它是需要再深一点吗？这个再深一点。这边还有一个洞。好，来，你来。
加速啊，把它翻过来了。对，哦，记得用手指把它夹住哈，土才不会掉。我再帮你挖深一点啊。好，别让我这边翻到脚，要先捏一捏。应该可以啊。小猫咪这样好。好，来，有挖洞挖好的，来拿一些种子，把它撒在豆里面。给我一些。对。好，来，给你。再久一点，好。来，小猫咪，你自己撒，来，给你撒。这里啊，看看有。没有，再撒一点没关系。来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种子再扔一点点进去。对，这边做。来，放一点。这个。不是啦，你那手放的。然后。棒棒。你把它拔起来啊。很标准。拔起来也可以，好，没关系。这你的。等一下，不要这样拔啊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稍微扶一下哈。好臭！这好像有高水。需要放这边吗？这是土挖出来的味道，来，再给你。因为那个。哇，散掉了。好，你自己把它种进去好了。这样。好，那你。那直接把它像它一样种进去就好了。种进去就好了。来。这就拔起来，拔起来放进去就好了。对。来，把土倒上去就好了。好，然后等下土拨进去。来，猫咪来，手压一压，把土压一压。你把土旁边土拨进来，这个土拨进来。等爸爸妈妈来这里。你拨，你可以拨啊。你想挖什么吗？我来开一包。走在这里。那你旁边土可以再拨进去一点，让它不会有凹洞。对，然后你去拿这个，去倒土过来，去那边拿土，然后倒在它旁边。你去那个那边，跟他说你要拿土，好不好？压压压！把旁边的那个杂草弄走。然后小猫咪，你要去拿土吗？要去拿土吗？啊，你的那个小杯子来，我去拿土给你。你去拿土。你用这个盆子去拿土，然后把你这个旁边给那个填满。你把它倒在旁边。哦，这样可以了。好。妹妹的，我把它旁边弄得白事。这个是你的，好，爸爸围上面围起来，然后下面可以那个漏水，来，土可以倒上去，直接倒上去，爸爸再对，小心一点哦，不要断线，交给我，不要再带踩了下来，来铺哈，来帮你那个围一个小圈圈，下面不要围，这样子。那边还要再补一些土来。上山了。好了。谢谢大家。